I think 他们没有这样快进回来。OK，Andy，我看他们没有这样快进回来，可是我该忘记讲了哦，给他们去做先啦。我 announce 一下，这圈圈题，4点，行。哎，进回来了，不错，不要紧。我怕有的人没有进回来。OK。OK，I think 有的人不会进回来先，这个我放着先啊，第六、第七、第八，OK。等下我们再继续讨论啦哈，因为该我一下子没有讲到，我没有看到时间。我们4点40分再 continue，这个放着先啊。你可以继续这个圈圈的先，OK。佳琪没有进回来。OK，大家，因为凯乐啊，OK，因为还有人还没有进回来，I think 他们跟到我刚才的指示，所以我在那边就宣布了4点40分再见啦。你们可以做一下圈圈的先，等下我再继续讨论，不然他们会 miss 掉。我等下再 continue 啊，做圈圈的先啦，做几题先。4点40分，我跟你们讨论，做到多少就多少啦。
OK，来大家开回 video 一下，我们继续一下刚才的那个先，来讲讲一下我讲到太入神忘记了。OK，Everybody、okay, 回来了吗？大家 OK，陈恩在吗？Andy 在吗？阿金、恩彤、心怡在吗？OK，好，OK。阿俊，OK，恩彤诶，恩彤，心怡，OK，恩彤，OK，好，佳琪也是进回来了行。刚才心怡和这一个是哦，OK，OK，佳琪开 video 啊。给他讲了，再加上啊，我们也可以去 medical check up，就是去检查身体，是吗？做这个健康检查。OK，if there is any disease, it can be detected。这样的话呢，如果有任何的病啊，我们就可以就是可以提早检测到啊，这样啦。所以第六是什么啊？该好像是心仪是不是？以便，其实第六是以便。OK，对，so 是 so 来的，真的，对。很容易有这个，有没有很期望考试出奖 ？So if there is any disease, it can be detected 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可以感应到啦。在一个早的阶段，在比较早的阶段，大家看回去一下，看回去一下你的这个第七题，你写什么答案？全部人给我你的答案啊！这一题你写什么啊？第七，在早的阶段就可以发现到这个 detect 是发现啊，算是可以讲是发现。啊，你觉得用什么字？如果不用 in 的话，OK？还有吗？其他人的答案？啊，你还有什么答案？OK？还有吗？在早的阶段，说 stage 是阶段，说提早发现好过迟发现嘛，是不是？OK？说这个是 at an early stage at 啊，在，知道吗？啊。OK，practicing a healthy lifestyle means，说、so、如果我们是维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呢，哈，过着健康生活习惯呢，意思就是说呢，making changes to your bad habits，意思就是说要改变你的那些不好的习惯，OK，坏习惯，他讲的是 bad habits 就是坏习惯，and to be consistent in doing them，然后呢要 consistent 就讲啊讲呃。就是怎么说呢？常常做到的，就一直都会做到，不会讲做一下不做一下，做一下不做一下的啊，那个叫 consistent，叫一致、始终如一、持续，可以持续的，就是可以持续的啊。In doing them, the rewards，我们所得到的奖励啊，就是讲好处咯。如果我们可以持续性的，就是过健康的生活习惯了，那个奖励将会是很值得的。他说值得的啊，说、so, 这些 rewards 很多个 rewards 看到吗？很多好处哦。所以用第八是什么啊？这么我是错的，这样我们应该要改什么呢？啊，基本上这个是因为还没有过去啊，对不对？这不可以用过去式，因为我是 past tense 来的啊。说、so, present tense 就是 are 啊，我再给了 are worth。All the effort being made. Effort 就是努力，说、so, 你的付出、你的努力是值得的。他讲，知道吗？你所做的努力就是你的付出咯，将会是值得的。这样，OK？写完了，大家这个一到八啊，double check 一下。我知道还有人在做圈圈题的啊，等一下先，等一下先，OK？double check 一下，写了先这些，OK？华语意思啊，可以写下去，不用赶的，OK 啊，好。所、so, 该圈圈题，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啊。OK，跟回刚才的那个次序吧，哈、哦。OK，Jin 要到恩童要到 Andy 啦。OK，前面的一二三，好，他讲哦，这个是一个，我说我会讨论到完先。OK，然后你们再给我答案，或者是你要立刻给我答案也可以吧。其他人也可以给我答案啊。OK，巴路 Indonesia，这样的话哦，这个应该是一个新闻来的，对不对？一个 news 来的。More than 5,000 have been reported to be missing。哇，超过5,000个，5,000个什么啊？当然是人啊，在这边哈、哦，超过5,000个人啊，就是被报道了他们失踪了，missing 啊。After the twin disaster that struck the city recently，有两个
灾难 disaster 啊，是灾难。OK， 不好的事情叫 disaster， 就是侵袭这一个城市啊，侵袭啊，讲写侵袭啊 ，recent 是最近啊，最近。Set an official on Sunday， 所以有一个人说了，有个官员讲了 ，OK， 他说啊 ，the people had disappeared， 那些人啊不见了哎 ，disappeared 消失了 ，OK， 看不到不见了 ，and were believed to have been perished， 然后相信了已经死了啦 ，OK， perish 是消灭啊，但是在这里是死了 ，OK， 死了啊 ，during the 7.5 magnitude and subsequent tsunami 啊。就是这个 7.5 大小的什么啊 ?7.5 是什么来的，是地震来的，对不对？ Magnitude 是它的大小啊， 7.5 级的那一个地震。所以有 7.5 级的一个，诶，我写什么，我写死理，我要写死了。OK， 啊 ,and subsequent 接着的那一个tsunami 啊 ,that struck Sulawesi, 就是侵袭这一个 Sulawesi 的那个 tsunami 咯，那个海啸咯，是不是 ?OK?Currently, 他讲现在啊，现在最新情况是哦，有1763个 bodies， 你知道他讲到 bodies 就是尸体来的，你知道吗？死了了，尸体 ，OK, have been found and the number may increase， 那个数量还会增加的啊 ，as search for survivors is still being carried out， 就是寻找，哎 ，survivors 叫什么啊？啊，没有死的人叫什么、啊？幸存者。幸存者 OK 还在就是寻找幸存者的这个工作还在进行着，所以呢那个尸体的数量也还会增加的，他说 OK the disaster that struck Palu Indonesia was OK Jin 给我他的答案了、啊、其他人呢，所以是什么东西在就是他讲有双重的灾难啊，我这样讲我已经讲了答案了，有双重的灾难，大家其他人呢有什么答案吗？答案是 C 啊，刚才我讲 7.5 级，他只是讲 7.5 级，他没有讲到那个字出来，什么 7.5 级哦，地震，然后接着是海啸，看到吗？所以 an earthquake followed by a tsunami， 有地震然后紧接着就是海啸了。 OK 啊 OK 第二、讲成这个算是哦有一点你要真的是去读才知道了齁。OK, 接着。The public is always encouraged to help i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by 什么 ?OK, 他讲 let's save the earth, or go green, 什么诶这边没有什么资料。他讲 ,OK, 大众呢就是受到叫什么呼吁啊啊要去保护环境，通过什么啊，通过什么去保护环境哦。OK, 这个也是不会难蛮明显的。第二是恩童哦，啊，其他人也可以回答 ，OK？ 我看到陈恩的了，还有吗 ？Yes，OK、okay、啊 ，recycling things， 在循环那些东西物品 ，buying green objects 要小心啊。他讲，如果讲 green products 可能可以 ，green products 就是那些物件啊、物品啊，哈，是。响应环保的，我们叫它 green products。green object 是讲青色的东西，这样好像不对这样。所以 A、B、C 有时你要找最正确的。OK， 第二是 A 来的，第三题 ，A 掉。A bicycle is an environmental friendly vehicle， 这是一个对环境好的交通工具，因为怎么样 ？OK， 所以你看啊，对环境好的，我们讲 environmental 很 friendly 啊，后面再写你要写的那一个。物件 ，OK，OK，、okay? okay, 所以因为什么呢 ？Andrea， 啊，其他人也可以给答案啊，因为什么 environmental friendly 对啦，哦，还有其他人吗？这个哦 ，It does not cause air pollution， 它跟其他交通工具不一样啊，它不会产生，它不会导致这个环境污染、空气污染，对吗？啊 ，OK， 再来，所以第三 B 啊。OK， 接着啊，四五六啊，陈恩，然后佳琪，然后新一啊 ，OK，OK，、okay? okay, Sarawak boasts a number of national parks and nature reserves throughout its state. OK， 所以呢，它有很多的这个沙捞越呢，有很多的这个什么国家公园啊，然后
大自然保护区啊，在它的州 state 是它的州。Okay, each is unique for attractions. 每一个这些保护区呢，都很特别的，都很独特啊，哦，都是很独特的旅游胜地啦。Such as the largest flower in the world. 比如说，他们有世界上最大的花，对吗？来佛士花。And the largest cave system in the world. 世界上啊，最大的这个山洞的系统，就是我们的目录，我不知道你知道吗？目录，那你的钱币上面的那一个。这个啊，它的在这个的 park 里面、哦、有世界上最，可是他们好像找到了新的世界上更大的一个山洞的系统。So, 其实我们这个全世界最大之间，你之前住过那边住山洞啊？哦，沙捞越是吗？你讲哦，我在讲山洞，然后你讲住过那边，我讲啊，住山洞，哦，讲那是在我们的那个共五十块是一百块的钱那边，不是有这个。啊，这个咯，目录，然后它下面有很多的山洞啊。之前我不懂，现在还是不是啊？但是它是世界上最大的 cave system， 不是一个山洞啊，是山洞连接山洞，山洞连接山洞，可以通到去很印尼啊很大的地方的啦。我只是知道 ，OK。所以讲哦 ，they are also home for wild orangutans。所以这一个这些森林保护区啊，他们也是野生动物的。家他讲、哦、比如说有 orangutans 有 proboscis monkeys、啊、你知道这个吗他的鼻子、哦、很奇怪的你看他的鼻子哎，怎么没有写这么卡顿了没有 normal 一点的 monkey 就是这样的鼻子的啦啊，那这样的很奇怪的鼻子的这个是很特别的这个 monkey 这个 我没有真正看过他在野外我在野外看过很多猴子可是没有看过这一种And other faunas as well. Fauna 是动物啊 ，as well as various florals 啊，有其他的 florals 就是其他的那个植物了，植物啦。Like the pitcher plants, 猪笼草 ，pitcher plants 啊是猪笼草。哦，这些其实我们也是要知道一点啊。这样的话，敢写作文什么啊，我们可以用啊，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东西、啊，很容易。如果是马来文作文相信你没有太大的问题了的啦很多动物你可能都懂了植物的话动植物英文的话可能我们要再记一下这个是 picture plant 哎，这我就按不出来 OK 所以哦、啊、conservation of the forest is one of the ways to protect them 这 conservation 马来文叫 pemuliharaan 修复这些或者是保护这些森林啦就是保护他们的方法咯他讲真的啦那个猴子那你是假的只是它是就是野生动物来的嘛有时 不太容易看得到咯 OK So 第四题来 Sarawak is protecting unique flora and fauna 沙捞越呢在保护着这些独特 的动植物怎样保护咯就是讲是吗 OK 还有其他人有答案吗应该蛮明显是吧By conserving national parks and forest reserves, 就是通过他们的森林保护区啊这些咯还有国家公园咯 OK? OK, 接着啊看一下高级猴子不是我们人类可以见到的高级猴子有这样的东西啊 OK, 第五假期第六星期啊假期准备啊给他讲 Ranjit, I can show the ladies, 他从那里看起来应该是哈I can show the ladies to make handicrafts from plastic bottles and old shirts. Oh, 他讲来 Ranjit, 我可以教女孩们哦怎样做手工艺品啊。哦，用 plastic 的瓶子啊，还有啊旧衣服。他讲，然后这个人讲，这里他继续他讲 ，It will be an activity during leisure time. 这个是空闲时间可以做的一个活动咯。They can also sell them for extra income.还可以拿来卖的然后可以拿来赚额外的这个收入啊然后他讲哦、oh, That's great idea Ellie、哦、I'll arrange for a date 好他讲好主意啊我可以安排一个时间、哦、一个日期 So we can gather and learn 我们就可以集合在一起学习啦 I'm sure they will enjoy it 啊，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不要这样写、啊、I'm sure 这个他改一下讲都是错的这个没有人会这样用的就算是 short form 我们也不用 M 开始的 I'm sure they will enjoy it 我确定他们一定会很享受很喜欢的 OK 假期第五 Bon Ellie and Bon Ranjit are supporting the 3R's campaign by
们怎样哦。OK， 第五题啊，好 ，B 啊 ，teaching ladies 他们教人家怎么样重用 plastic bottles 啊。所以三个 R 是 recycle、reuse 还有 re 什么了啊？哈 ，reduce 减少 ，reduce、reuse、recycle 哈。所以其中一个在这里是 reuse， 教他们怎样重用 plastic bottles 啊。OK，OK，、okay? okay, 多一题啦，哎。其实我来不及了 ，OK， 不过我多一题 ，I'm going green， 心理准备啊 ，OK， 他讲了这个 Johanna Doe 讲 ，Come to my boot sale on Saturday，OK，、okay? 他卖东西啊，他讲啊，就是他自己的用了的东西，在哪里哪里，价钱两块钱开始哦 ，Find what you want among the things for sale， 找你要的东西，他讲我有卖什么呢？衣服啊，书啊 ，decorative items， 饰品啊，哦 ，toys， cookware， 煮东西的啊、那些。锅啊等等的 tableware 桌子上的东西、哦、even handmade greeting cards 还有手做的那一种、哦、卡片 I'm moving 他讲因为他要搬家了 trying to be a minimalist 他要做 minimalist 你知道什么是 minimalist 吗就是简约化现在不是有简约风对不对什么东西都就是这样简约风 minimalist 啊，所以他要卖掉他的手上所有的东西所以这个人呢、啊、The person is having a boot sale to 刚才讲到哦静怡第六OK to dispose things she does not want 他要丢掉他不要了的东西他不是要赚钱啊 A 肯定错了啊 B 是叫要人家来他的家哈，也没有啊对不对对简约风 Insta 简约风就是 minimalist 啦对所、so, 以第六是洗他要丢掉他不要的东西不是丢了 dispose 就是要去掉所以、so, 他不要丢吗他就卖咯、啊、也是可以这样啊我们是不是我们在二手的市场可以卖的或者是 app 有很多 app 可以卖二手的东西好第七第八给你答案啊如果你做了的话 OK 第七是 A 来的第八是 boy 来的 OK、OK 你把他拍好照交上来吧大家记得交啊再见 everybody, see you tomorrow.